我在找啊，一大早我在找我的手巾，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本来是想一大早洗洗脸的，突然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画面。我终于知道我的手巾在哪里了。手巾到底，我之前找的手巾在哪里？我终于找到我的手巾在哪里了，难怪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啊，原来浪浪给帮我找到了，还当在嘴里面，很欢快的撕咬着我平常洗脸的手巾。我这几天都找不到手巾来抹嘴、洗头啊、洗脸。咬得高兴吗？咬得高兴吗？浪浪，哦，乐乐也咬了，乐乐也咬了，哦，咬得很高兴啊！啊，浪浪浪浪，难怪我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，哎，真乖啊，浪浪，你真乖，浪浪你真乖，哦，你还那么高兴呢、啊，你还那么高兴呢、啊，是吧？你还那么高兴哦，跑一下还咬一下。跑一下还咬一下，浪浪哈、啊，哇，太乖了，太乖了！我应该怎么奖赏你好了哈、啊？乐乐，我应该怎么奖你们，奖励你们？满是灰尘。浪浪，晶晶咩嚟噶？啊，晶晶咩嚟噶？啊你，晶晶咩嚟噶？你仲想咬哈？啊？浪浪是察觉到我开始生气了。很机灵的哈，知道我那个情绪开始变化了，他就知道我生气了，开始，啊，我要叫他过来，姥姥，过来，好的，晶晶那个咩嚟噶？晶晶咩嚟噶？做乜有意见啊？你又想咬啊？系咪？嗱，俾你咬，你敢咬啦？嗱。我捞回来啊！你有知道错吗？你知道这个不可以，知不知道这个不可以咬的？知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咬？我给你咬，再咬一口试试，再咬一口试试啊！你敢咬？啊？来，别嘞。来，龙龙，记住我！哎，死性不改，真的死性不改。过来！不可以咬我的手巾，知道没有？这个不可以咬啊，知道没有？过来，朝代，过来那头。你。又咬啦哈！乜你都亂咬。简直气死人了！每天一早上就想洗个脸，然后就给浪浪气到了。就算了，不过现在原谅他吧。过来啊，浪浪。啊，原谅，下次不要咬我这个手巾啊！啊，这次我原谅你，知道没有？过来摸摸头，摸摸头啊，过来。摸嘞，乖，还是怕，算了。